七哈，就是由台七转过来这边，由台这条才叫做台七线。有些人台七跟台七乙搞不清楚了哈。台七就是所谓的北横，北横是中段的哈，不知道在六十几 K 还是几 K， 那边有中段，还是五十几 K， 我没记得哈。那那边去东岭山就要经过这条路。这就是所谓的脚板山哦，林家家也是稍微让各位了解一下荔枝坡这边的路况的话，但你，喂，你冲哪笑？区长有选举吗？山魅力哦，这是枕头山哦，哦，这金头山啦，拍摄，脚板山是搁较头前，这是吼，这是金头山，哈哈哈哈哈。这就是啊，这搁过来就是啊，这是脚板山啊，头多遐是枕头山哦。大曼自鸣池路段封闭哦，大曼自鸣池哦，所以无多讲鸣池，这条路无多讲鸣池。
甲板上升了，哦，然后搞呢，啊，无你去大拉山呐，啊，是去小乌来了，你莫去东岩山，拜托，只要你莫去东岩山了，冻鬼咯。来，接着是甲板山的三叉路口了，右边有加油站。其实看起来都还好，都不错了，都没坏。好，我们直播就先到，我们这个简短的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记得大家订阅、赞、分享、转发小铃铛，拜拜。